一定是个爆款，不是不用预测，因为他怎么说，他的粉丝确实够多，然后我觉得比那些所谓的明星要够，可能顶个百倍吧。有些明星他可能很有那些热度跟话题，但是我们经常有话，或是说 DIY， 但是他们没什么流量，但是特朗普是真的有流量。可能就对于新鲜事物比较好奇的一些年轻人吧，就可能也有一些喜欢玩梗的年轻人，他们可能会买的多一点。我觉得现在就是特朗普被暗杀，他就有那个政治包袱嘛，他可以用这个来做话题嘛，所以他选举赢的概率就会变得很大嘛。